我们常常容易忽略自身的健康状况，我们忙于养家活口，也忙于支持我们的社区。但要想你爱的人都健康，首先你得照顾好自己。为维护社区安全，作为其中一员的你需要保持健康，别等身体亮红灯了才去看医生，保重身体，行动起来。这是我们的社区电台 Radio Lex 为你留下的暖心话语，前往 Radio Lex Us 了解更多。